电影放完了。嗯，明天二分场还有。二分场怎么走？往东。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，那可是大事儿啊！看电影？啥时候看电影？看星星，看月亮，每回就跟过年一样。知道为啥大家都管我叫看电影吗？那是因为我从来不出事，这叫责任心。出大事了，电影就放不了了啊！今天电影放不成，责任不在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抢救一下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稳着点儿，把片子放下。这是我捡的，你给我放下。两面冲，主要是冲糊涂。又没安好心是吧？把片子还给我！不松不紧，往下擦。抢救工作成功了，电影可以。